Hello，大家好，我是哈姆，欢迎来到这款《尼尔重生》。今天是7月18号，哦，结果我有一天没玩了，少玩一天。现在是12点多了，换日线，然后也就是说我一天没玩，因为这个游戏它是12点换日的，没有登录吧？没关系啊，我刚跑去睡觉啊。好，这个黑鸟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地图上的彩蛋吧，你要去找到它点击这样。好，有没有？它现在才算第三天而已，其实应该要第四天了啦。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暂停，好像就这样第四天，好，一样是第三天。武器强化素材小，妈妈的指路牌，这个一样啦，就让你买这个宝箱嘛，哦，这个是手厨啊，3天，所以它还是有手厨啦。那它的日常是做很快。日常就一下下而已。等一下，这个日常，日常就玩主线、支线、购买、强化，就这样。我们来玩支线好了。支线任务，说实在，我还没玩过长怎样啊？这边是活动关卡，记录轮回兑换术。这个是活动吧？7月13号到8月25号，一个月，一个月又大概2个礼拜吧，所以大概6周时间吧，看起来是这样。然后这个是每日关卡，这个应该是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那种素材呀，去分类呀。你看这个要刷这个。会消耗体力嘛？我体力应该是还没用掉，我都没有用掉。好友的话就是要附送、要发送啊，领取啊。然后游击关卡是怎样？开放时间五，这个不一定8点到8点半，12点到12点半，6点到6点半，10点到10点，这个。这个我顶多就10点到10点半会出，可以玩吧。我的时间是这样啊。角色关卡，解锁角色的什么什么关卡，故事是不是？不晓得，好像不是故事。好，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尼尔吧。怎么弄？点一下，点一下，好，出现了。光属性嘛，然后我们要找一下光属性，这个有，这个有上升嘛？它有没有光属性的武器啊？它是说光属性还是武器嘞？我再看一下哦，武器要光属性嘛？那这游戏就是有光暗，然后还有地水火风的水火风吗？他说编制中啊，难道我有用？选择一下，那这样就有了，对不对？这个是武器吧？选择中，好，来吧，来吧，试试看，试试看。阿基美马秀，今天来玩一下这个支线任务，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再来跑一下主线。我今天就不要玩太久，大概玩个30分钟吧。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礼拜也不是为什么，就是礼拜天我的那个作息打乱了，因为中午应该说早上的时候起来去中午去吃饭，因为平时我都下午起床，还有我这个舞台不太一样，他打我应该不会痛，因为这毕竟就是初阶关卡，山坡怪。有没有点剧场的感觉哦？敌人在那个布幕啊，剧场里面，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好像是舞台嘛，然后后面是那个布景。看看怎么样啦？记录轮回之什么剑吗？哦，有剧情。人間を守るために作られた2体の人形が機械の敵と戦っていま这し两た。个吧，这个应该是尼尔吧？尼尔自动人偶。女の子の名前はあ、2G。B。前線で戦うとても強い戦士。好，二 B。男の子の名前は9S。9S。好 2B を主力に，9S 二補助 B，する分析二に B 優会れ让た他觉兵得士。好像在骂人呢、欸。大陆会用二 B 去骂人吗？大陆人他们会用二 B 铅笔，二人が組んで戦我说你え这个ば、人很二 B 呀、叶う敵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9S にあ。他は、该不会喜欢密他か吧？な願いがありまし秘た。密心愿。繰り返される、終わりの見えない戦哦，没有，希望二 B 可以い。こんな世脱界离这から、样的世界。2B を解放し Two たい B, と。Two B，还是 Two B。ある時、二人は、索敵情報をもとに、ぽっかり口を開けた鍾乳洞の中を進んでいきました。他自己点啊，我在倒水。出てくる敵を次々毕と倒竟刚し睡ながら。觉嘛，睡2个多小时吧，2、3个小时啊。二人の通った後に、動いている機械の敵はいません。钟乳石洞。OK，然后三星，然后这个是宝石吧？我们看一下会拿到什么素材。强化角色的药材，擅长重剑的角色有效率，比较有效率，对不对？效果显著。这个是自动人形勋章，兑换道具吧，兑换币吧，就是活动一定会有活动的一个商城嘛，然后它有兑换币。再次挑战，会有扫荡吗？有扫荡吗？好像没有诶。我们待会跳出去看看有没有扫荡的功能，还是说你要一直点啊？好像没有跳过啊，没有扫荡啊，就 auto 加速，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谁啊，我们那个人偶的技能吧，这个同伴系统。皆さんのために。他待会应该会放技能吧？他技能好像是怎样？看一下。他自己点吗？没有，来不及了。好，第一货，不会再看一次剧情吧？真的呢？为什么？人間を守るために作られた女诶、欸，の子の名、男。我们先跳过吧。我们看过啦。好、啊，应该没有手通了，就是关卡会有手通嘛，手通才会给你宝石啊。再来看一下哦。
我也不知道，可利亚嘛，对不对？目前点的这个就进来，然后哦，这里啦，这边可以 auto，然后调整次数是不是？哦，这里你可以 auto 让它自己去调整，然后用省电模式，然后消耗体力。OK，OK，OK。然后就是，如果你没体力的话，它自己吃体力。它好像没有快速扫荡啊，就是你还是要刷一下。好，那剧情一，关卡一，关卡二，然后关卡到10目前，然后战力推荐是1万。那我的战力多少？我目前战力8000多，没有练满。好，了解了，这个是活动关卡。那到8月25号啊，所以不用担心。然后你就要刷嘛，兑换锁就可以换这些东西。那我的币的话，现在这个有19个，我这边有19个，这是纯白契约哦。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角色吗？还是擅长武器轻剑？就是我不了解，它是直接给我们角色吗？还是只有勋章啊？它这个自动人形勋章兑换锁，我们刚刚的勋章是这个啦，哦，这个。好吧，反正就是要花体力来刷这些有的没的。它就是一个星游，然后直接合作联动这个尼尔自动人形，人形就是人偶嘛。日本的林根就是人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每日关卡吧。每日关卡会掉这个绿祖母风属性武器。这个是刷武器的，刷武器的那个资源。然后初级、中级，我应该只能刷初级吧？你看中级要18500，我现在不够。主要武器要火属性哦。那我们来换一下啊，我们有没有火属性的枪啊？这个火属性。火属性的枪好像没看到欸。那我们来换一下法杖吧。火属性的法杖，它这个有编制中啊。选择一下，好像应该有火属性吧。点我们的人看看。点的没反应了，选择一下，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哦，火属性、暗属性、光属性，理论上这样应该可以吧？哦，这边有一个人偶啊，就待会今天吧，还是或者是明天，我自己办，自己到时候把这些东西给刷一刷，体力刷一刷。私が相手をしよう。还有这两个小生物。哦，有一个比较大只，比较像 BOSS 四格许。好，获胜。
手通嘛，手通。然后这是任务，任务给的，就是三星嘛，三成就。手通三成就，然后这是其他的一些武器的素材。好，结束。一样应该是可以跟那个扫荡一样，就是自己设这样设一下那个次数，然后用省电模式这样挂在那边吧。这个是礼拜一，然后终极的话，可丽尔，好像，哦，他这个有那个战力限制，你15000之后才解锁。那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好像才8000嘛。游击关卡也还没开，角色关卡我们随便点点看。会获得这个10000是不是？他必须参战，然后好没有就这样。会获得这个卡片，这个什么平时书，平时之书。那这边会有体力的消耗，然后你可以自动配置，看你要刷几次这样。推荐战力10000，那我就8000，试试看好不好？打不过就再说吧。上期我们还在那个机械兵的故事嘛，目前主角三个人的故事。王子、机械兵还有那个一个姐姐，赏金猎人。我看一下哦，应该会过吧，因为他打我们好像，哎呦，有点痛，掉一格，掉一大格。我们果然需要好好的养成啊，这个游戏。赶快把你的武器练一练啊，角色等级练一练啊，因为你一定会卡主线啊，打不过我，然后主线卡住就去刷支线这些副本嘛。Power up！ Power up！ 好，这个小女孩的语音。Shokaki 是不是 Shokaki？这不是那个国王吗？三个血 boss 把我们这两个灭掉了，就是李阳的故事的那个 boss 嘛。我当时没打过啊，就死了两只嘛。好，我快灭了。我是靠那个这个小女孩啊，因为小女孩等级比较高。这个可以自己放，这个好像可以要自己放，不会 auto 是不是 ？Ready， 没有放啊，可恶，为什么？我放了，然后我放了，放了，放了，放了。这个人偶啊，这个同伴系统，这个要自己放，因为自动他都没放啊，没看到放过我。好，获胜，但是应该没有三成就，因为我们人死掉了吧。因为我从昨天下线之后就没练了嘛。这可以点吧。王子，お体の具合はいかがですか？荒野を目指し、森の中を歩いていた時。啊，自己走，要自己走，忘记了，想说奇怪，点了没反应。所以他还是有故事哦。僕は大丈夫。それよりそっちは、みずみずしい森の空気も機械である彼には毒だろう。这个好像是王子的旁白吧。僕は彼に念のためメンテナンス。怎么没有录啊？
我来走一下，没路啊。要点这个乌鸦是不是？点这个乌鸦吧，这一只。いつ戦闘になるかわからない。僕がそう言うと、彼の電源が落とされ、交代。好，我们的机械兵进行保养。好，这个没有通关，因为角色死掉了。好，结束。OK，支线任务目前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有一个合作的活动，然后可以刷武器，刷武器的那个素材，然后还有角色的故事吧。哦，这边，我不知道什么角色故事要放在这啦。哦，然后游击关卡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这个太游击了，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配合。啊，没这关卡，这个会变啦、啊。这个你看，礼拜一限定是这个啦，武器就是有分这些嘛。哦，这个应该是风属性的嘛，然后这个是长剑之类的、细剑之类的吧。然后这个可能是大重剑吧。我来看一下哦，有没有这边轻剑？轻剑的技能哦。然后这是轻剑，强化轻剑的素材。然后这是强化武器跟角色技能。然后这是风属性的武器，你要进化用的吧？这边到时候还有这个什么锁啊？可能是探索吗？猜是不是派遣、啊？好，来吧。这些都是刚刚的啦。好，任务，日常任务做，就是你要把这个做完嘛。主线关卡到底玩一下，然后这个很简单，你就买一下体力就好了，我都买一下体力就好。高级的你没办法，因为高级是要氪金吧。随便一下，买这个体力好了。好，购买，算便宜吧。这个没按好，抱歉。欲速则不达。好，欲速则不达。好，我们要玩是主线，然后强化武器，强化一下好了。我觉得好像是每个角色都会用双武器，是不是啊？不然它都显示编制中。这边有。好，战力提升400多。战力从171变成496，这个好，全部领取。主线关卡待会玩一下。好友应该是还在赠送体力啦，是不是？他奇怪。同意，你也可以再找好友来加，因为看起来是33%，好像是应该看起来是可以加100个，是不是？那我目前加了33个啊。啊，结果你看我这个光是玩这支线稍微玩一下就半个小时过去了，就是你就主线支线这样切换来玩，主线看剧情，怎么会有人呢、啊？天哪、啊！这个游戏第一次出现的人，お姉ちゃん，他叫他お姉ちゃん，叫谁？叫我吗？我是お姉ちゃん。あのお姉ちゃん、僕あれからずっとこの辺り。反正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时空很错乱，故事也是跳来跳去。母さんが来なくて、僕母さんに会いたいんだ。
だから怪物さんみたいに僕をあの黒いカカシの中に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って。悪いけど、どうにもできないわ。行きましょう。哎，就这样哦，没有交集了，好吧？这里有那个，这个你可以点。就是他给的东西算好哦，因为那个我们刚刷的是小嘛，对不对？但他给的是特大哎、欸。武器强化，这个随便吧，来一下吧。这个是可以强化吗？特大有没有？这大而已啦，刚刚还有特大嘛？这个特大。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角色这边感觉，有没有？这边武器有分主要跟次要啊，主要一个，然后两个次要，觉得应该都也算吧。这个东西解任务的时候算不算啊？算不算那个条件可不可以用啊？反正都编制中啊，好，大成功啊！这个游戏有大成功，原本预计是十级嘛，然后就变成那个14级。我先平均升一下啦。先平均分配一下，他好像没办法说一件一件升级啊，就只能慢慢用。好，没有大成功，一二三嘛，四五六这么多嘛。哇，还没有到主线，就看一下暗属性 ，OK， 暗属性要主武器，对，这样就是主武器跟次武器，那就是要主武器，这边就是要换，这样我懂了啦，你就是要去切换了。好，打得过吗？打不太过，三个人打不死一只，但是他们打我们不太痛，那就还好了。我觉得这张开始就要去养成你的支线任务，那些素材要去刷一刷了。因为就打起来很慢，好在他好像没有那个回合限制。时间がないのに。他刚说没时间嘞。反正就固定了他的语音吧。好，我们这个应该可以用。四神猛击，然后就开始没了哦，只能放一次吗？好像没有再累积能量了。那他这个可能就是给你说那个，算是一个大招留着的，比如说第三波打完的时候你再用，可能是这样吧。
然后你看，确实不好刷了。你看我都受伤了，打太慢了。先从武器来养成嘛。然后你在刷的过程，角色也会升级啊。可能主线也可以去重复刷吧，我在想。哦，你看主线会掉这个武器、角色嘛，这也会掉。好，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好、哦，没有主线进度，今天就把支线给玩过这样。然后我自己就是要刷啦，把它刷一刷练一练，这样才可以玩主线任务嘛。我觉得很麻烦，就是你要去礼物箱领东西，我真的觉得很麻烦。好，日常做完了，好，日常已经 clear 全部做完了。他的日常应该也算快吧，明天就把这个弄弄而已啊。好，那我再。就是我会今天或明天我会把角色给刷一刷吧，刷到体力都刷完吧。好，然后再来跑主线这样。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吧，好吧？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把这游戏给搞定啊！合作活动也要玩。OK， 那就先这样咯，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看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